第一步，切吃昆仑长生酒。昆仑山下一清泉，这个泉水在我们口里，舌头在口里头上下搅动，搅的什么时间有了口水了，慢慢慢慢一点咽，没有口水不要咽，咽到什么地方，你眼睛往后看，往那边看，看到这个水送到下丹田，下丹田就在这个肚脐以下一寸三分处，长远了它能把你一身的一切的病能全部消化，病在哪里你心里想着就在哪里搅动，搅出来口水咽到丹田，咽到下边气和血里，它自动的消灭你一切的病都能消灭。第二步，升降日月任督走，走任督二脉。我们说是日月，实际上就是阴阳而起，行走任脉或督脉。这时候往外推是走督脉，到阴跷脉稍微的一停，这么往外转，到上边再会，到头顶一停，再往下转。你慢慢的转。你转几遍都行，不要计数，哦，道法自然嘛。第三步，内转太极行八卦，把周身的一切的气血都在八卦里头转动，由小转大，转几圈你不要记它，转大以后慢慢的分开，转成两仪。两乳房为两个太极眼，从中间通过，就走的是那个太极图的形式，转动以后内转太极形八卦，这么样的推，这是一卦，上来是第二卦，下去这是第三，往后这是第四，再推动是第五，上来第六，下来第七，
转后第八，转动这样子是以头为太极，这样子转为心为太极，前后分八个动作，这个动作越慢越好，就像在一个大火球里头转动。练长寿功，心里要达到和平，就像一个小孩子悠悠荡荡，就像玩的一样。这就是又回转到太极，这回转到无极，第四步大转小腰落无忧，这是表示太阳的行动。太阳里头有几个火球，但太阳落的时候能看着，开始要慢，慢一阵快一阵，快的时候猛转，转一大周，这样子就像转一个大球，大月球。转三周五周都行，慢慢的又转到转回平衡，不要急速练这个功，越慢越好。练长寿功要求大自然，thank you.
第五部大雁腾空降吉祥，它是在太空的画像。大雁飞到太空，身在太空，心观大地。像那个大雁在空中画像，啊，它左右飞腾。要潇洒，要自然。你看那个大雁在太空有多自然。眼光往内里边看，头为天，身为地嘛，要往大地里头看。要往内里边看，内里边活动，虽然说他两手张扬活动，实际上内里边的气一高一低，一山一动，它是表示内里边的气。慢慢的向落，好，下来，这是表示大雁的尾巴还会转到原位，会转到中轴。第六步，浪里行舟飘海洋，在下边水上边，这表示水面上的，就像一个小船在水浪上嘛，飘飘荡荡。这就像表示两个炉在小船的两边画像。这就是表示那个船一飘上去了，一高一低，上下前后自干晃动。船上坐住，一高一低啊，人心里很舒服，人心自然，人身体舒服，百病俱消。这样子能把身上的红脉络全部都拨动，直行为脉，红行为络。收拢。第七步，白鹤踏破定神思，很慢很慢的，就像白鹤稳稳当当
两个手是表示白鹤的头，它往上长得很高，腿提上去站得稳定神思，就像那个白鹤腿提起来一直多站住定住神思，踏水很慢，上去在头部，下来在身在腿，他这一个工作很柔和。第八步，鱼沉海底受命藏，这是表示鱼的两个翅，再往上去表示鱼的头部两个翅，慢慢的升到南海水面上，再慢慢的从南海降入东海，降入到黄海，从黄海归入北海，这是表示鱼的下部的两个翅慢慢的扇动，外边扇动，内里边不同了，内里边就很就像很大一股气往你肚腹里头发射，热度很大，一到上边就等于上部，慢慢的中脚，一直的到下脚，不要急速。已经到了上部了，到南海，南海属火，到于心脏，从心脏的气慢慢的再降到中轴，降到脾脏大气之中，脾脏再降到北海肾脏之气，这是表示鱼尾。守火